真金白银买你的货，咱们见钱交易，公平买卖。怎么？莫非你这是想黑吃黑呀？你们私贩军火，图谋不轨，现在人赃俱获。<笑>私卖军火的是你侯亮。 你既当官又做贼，又该当何罪呀？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啊！枪声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，还真让你蒙对了。等过去看看。 哥几个，谢谢你了，你是谁？主要是跟侯亮对着干的，都是我朋友。头儿，侯亮把咱们包围了，必须马上冲出去，要不他们把咱们包饺子了。头儿，让我打头阵，杀出一条血路。不行，现在冲出去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那怎么办？就地坚守，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，找机会撕开一条口子，冲出去。 打！什么？炮台山传来激烈枪声。 我知道了，我和疯子带人去看看。路上小心。 是小分队，弟兄们，给我顶住！哎呀，给我顶住！站住！
白衣人呢？啊！哎呀，方子太君呐！哎，快点！救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大爷，饶命！饶命！起来吧你！ 我现在问你一句，你回答一句，不许撒谎，绝对不撒谎，绝对不撒谎。刚才跟你们作战的是什么人？小分队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小分队？讲。少帅，回军刀太君话，回方子太君话。是小的队中有一名叫刘启的。 偷了我军械库的武器弹药和卖给了小分队的。本来我想将计就计，瞒中捉鳖，可是没想到，那些武器弹药呢？被小分队给抢走了。放开！先撤回去再说。